网红制霸这群人2016年由成员音声、展荣、展瑞组成的子团三个人，近日以预购集资的形式发行单曲《这是我 This is me》，还要在1月21号举办新歌音乐派对跟粉丝同乐。而新歌 MV 才刚推出就突破300万的点阅，网友好评不断，让这群人想继续唱下去。发行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紧张，就是怕大家对我们的印象是那样的。那如果我们自己当歌手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应该会被挞伐一番。然后没有想到，就是大家都还蛮支持我们，就是也谢谢你们，然后让我们有动力，然后我们会再继续努力。我们这个应该也不会想要断掉。其实原本功夫装我们可以很认真，但是因为我们本身还是有点比较偏幽默的，我们会想说，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自己的灵魂在里面。所以导演有加了一些搞笑元素，就是石头还是有加一些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舞蹈的方面，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舞蹈很完整、很认真，那我说，哎，不行，我们要太认真了。对，太认真了，所以我在就说，那我在中间不要这么的认真一点，来一点好玩的，就是对锵一点的舞蹈这样子。网友的留言多半都是说可以认真。就是我们意想不到，真的是这一块，就觉得说我们如果没有加入一点搞笑元素，大家应该会很不习惯我们变这样子。但没有想到说，哈，我以为是一个很认真的 MV， 好，那就是观众口味我永远都抓不住。而在 MV 中，三个人跳起认真的舞蹈，可是下足苦功。舞蹈的话，有特别练的是吗？舞蹈其实蛮，我舞蹈是蛮烂的，不是专攻舞蹈的。科班生，我们是影剧科的，舞台剧的，所以表演比较多，所以跳舞等于是我们第一，算是第一次正式要为了一整套舞蹈，就算以前练习都是练习个10秒、30秒这样。也太短了吧！而且因为要边跳边唱，所以那个难度又更高了。不止舞蹈费工，连 MV 拍摄都充满挑战。台风天，台风天，因为双台，对，然后到底三台，是包夹，然后我们连拍两天，好险今天太阳公公放晴，给我们超级好的天气。对。但是第一天要跳舞，对，第一天跳舞，但是也就是因为有大太阳，所以大家看到的，对，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有那个太阳之撑，对，就是只要我们拍片，明明就是下雨，但是老天爷就是会放晴，对，温起太阳的镜，舞蹈遇到雨，还是天公啊，对。除了 MV 吸睛，因为超瞎翻唱夺下了 YouTube 2016年度台湾热门影片冠军的这群人，在过年后又要推出第二集啦。成员音声更现场抢先曝光了新的翻唱曲。这群人还不忘搞笑本能，现场随便 Q 就来一段经典的暴怒歌《小凡众人》。请问一下，你跟柯基到底怎么分辨？我跟他讲说，真的分辨，很好笑哎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可以认把色，认把这个发型，他们的身高上面有一点点误差。你其实看身高上面，没有你正面看到背面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差。问我还问你啊？问我，问你。那不好意思，可以问一下，就是对这次新歌的那个新歌发表的感觉这样子？哦，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次新歌发表，觉得想要带给大家就是这是我。对，所以做自己就没错，对，哦，没错，没错。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就做自己的重要性，就像我一样，就是做自己。做自己，现场，谢谢豹哥，完全的，谢谢豹哥，综合报道。